据媒体报道，妈妈主办方目前仍在为今年的颁奖礼举办地苦恼中。相关人士表示，每年八月左右一般都会公布举办地，但今年的举办地依旧没有定下来，时间富裕不多。纵观韩流产业，日本是最重要的市场，但由于目前韩日关系紧张，也不太适合在日本举办颁奖礼。 Knight 相关人士表示，正在讨论亚洲多个地区作为举办地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